再来讲到第三讲，第三讲讲的是舌头跟手指头。那余训芳老师曾经提到过，他把姿势、气功、舌头、手指头四个部分联合起来，叫做四大基本功，也是我们在吹笛子最重要的、一定要练的基本元素。那关于舌头、手指头呢？这个单元，赵老师有非常精辟的一些练习，好、哦，或者非常精辟的一些讲解。好，那我觉得整个概念上最重要就是舌头跟手指头一定要跟气息做好比较紧密的结合。比如说正音，出音的时候，先出音再动手。好，或像舌头，舌头吐音的话，气息一定要有所支持。很多人吹吐音吹到后来会变这种状态。那就是气息没有帮上忙。好，那说我们在吹吐音的时候，一定要气息维持我们在吹长音的状态，加上舌头的动作。那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心得来讲，我觉得在吹吐音的时候，可以刻意的把口腔撑大一点。好，像怎么撑呢？有点像我们把这个上颚微微的提起来，哦。哦，会不会提起来？好，那这样子对吐音的音色有很大的帮助。